这只小章鱼看见我来了，喷了一地的墨水，它是会伪装变色的，挺可爱的吧。我去，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8个角啊，这可是派大星中的极品了，把它带回去啊，做成标本一定非常的好看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好像是只大海肠啊。那这可是个好东西，海肠炒韭菜非常的哇塞，带走，谁也不给。这应该是个海螺壳，窝在沙子里面，壳里全是沙，看来搁浅的时间不短了，特别像一个灯泡，就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吧。你说你藏好一点不行吗？非露个天灵盖呀，这个挺有活力的，一只超大的赤雅红，是个猛男。收，沙子里有东西，这是一条小沙板鱼啊，是个窝沙高手。这个太小了，这么点怎么出来生存？放了吧，祝你好运。你在这儿干啥呢呀？弹我，小家伙。哎呀，想跑？你还真能蹦的，捏你小屁股，跟我回家。今天有幸抓到一只蝴蝶鱼，它的翅膀展开啊，还是很漂亮的。喜欢它的小伙伴打个666吧。